我叫 Ben Cheng， 咁就嚟自香港嘅，咁就從事室內設計就十年啦，咁就公司就高登設計有限公司嘅。嚟年我覺得嘅顏色趨勢咧會係呢兩隻嘅藍色同綠色，因為本身呢兩隻顏色都係一啲自然嘅顏色，咁而家全球都會比較關注一啲大自然嘅情況啦，所以我嚟緊會覺得呢兩隻顏色會比較適合嘅。而家就揀咗左下角呢隻顏色嘅，咁就會覺得 match 翻呢兩隻顏色咯，叫做，因為本身咧呢一隻望落去係有少少石頭紋嘅感覺，咁就本身石頭都係一啲自然嘅物料啦，或者一啲物質啦，叫做，所以比較適合呢兩隻都係自然嘅顏色嘅。本身其實都係因為比較顏色會比較鮮豔啦，叫做都係可能我適合做一至兩幅嘅，咁可能一般都可能喺TV 位啦，或者可能 sofa 位咁樣嗰啲牆身嘅。